这几集，然后今天星期六刚好我的生日的那个数字也是一样的，蜡烛数字都是六岁。嗯，好。今天要来把这个金蛋先变成三种煮法，有机器人的。好。很多煮法，有三种而已。好。所以我今天要变成这三种，我先变第一种，超强的。弟弟要把他的心肝线变形机器人变成右手边这个样子。好，加油。你 OK 吗？爸爸是不会哦，爸爸没有煮过，先跟你讲，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哦。我当然自己会煮啊。你自己知道哈。嗯，这个坏掉我还要装。你有练习过了哈。嗯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而且这个。我用完还可以再煮回去哦。你用还可以煮回去啊？嗯。哇，天才。嗯。好。先看看这个对不对。好。好，这个对，所以这个装在这里。你现在是先煮脚吗？对啊。我先煮脚。那接下来煮什么？接下来要煮。脚都好了哈。我要煮这个。好。会花很多时间吗？嗯，可能只会花半个小时以内吧。半个小时以内哦，哎、嗯欸，很长哎，半个小时很长哎，弟弟。我说以内。以内哦，好好好好，那也加快速度。好，爸爸来记录一下，这是弟弟的，弟弟的已经摸得很透彻了，所以他现在要把它装起来。蓝色的火车是脚脚，哦，这边看得出来是脚脚吧？好，这个是它本体吗？什么本体？就是它身体的主要部位吗？对啊。好。但是这个脚的部分也要用到这里。好。对，是这里。好。嗯，先把这个打开之前，要先用这个。好。然后就把这个打开。哦，好专业。这两个洞是用来装手的。哦。手是在这边，所以这个手要拔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再用这个，再把这个手拔掉，这样子不会坏掉。然后就把这个这样掉，然后这个要拉短，你看。哦。了解，厉害哦。嗯，不对，应该是我这边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手拆开还是手？对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没有玩过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是。只能一个人在玩。你昨天玩到好晚哦。是啊。对啊，你玩到十二点呢，十二点才睡觉，都要玩这只。十二点，一点。但是我十二点你没上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睡着了。对啊，因为你累到睡着了、啊。我没有累到睡着，是妈妈说太晚睡会变成白头发，所以我就赶快睡了。哦，你说太晚会睡会白头发？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脚啊，要先把这个装上去。这个，这个怎么？哇，厉害！哎，那个要干嘛的？多出来的那个车厢没有用吗？这个车厢是装武器的。是哦。嗯。好，装武器的。武器会那个会不见。
哦，弟弟已经快完成的样子了。还没有啊，只是还没有。还有这个。哦，还有那么多。嗯、所以这些全部都要装上去吗？嗯，可能。可能要。哦，武器箱就对了。装比较好装。哦，了解，你都往后装啊。这样比较好装啊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嗯。弟弟他看不懂说明书，他都直接比到图片在组的。弟弟，你有组装的才能哎。有组装才能。我要借过啊。好，弟弟给姐姐过一下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弟弟，我们过来旁边一点。好 ，OK 了，你去煮吧。嗯，好，看得出来，这个机器已经快完成了。对啊，只剩武器而已。哇，帅爆了！来，武器装上去吧。装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再比较一下图片。一定要装对手。如果装错手的话，很不帅气。是啊，装对手就对了。它是什么武器啊？是刀吗？还是枪？嗯，这个是刀。是啊。你煮的回去吧，你把它变成机器人之后煮的回去哈。对，好，哇，好帅。嗯哼。嗯，所以是装在这只手。这样子就完成了吗？嗯，整个都完成了。来，那个盒子给我。嗯，这样才像。啊？这样才像。这样才像。哦。这样吧。对，超像的，帅爆了，太棒了，弟弟。你煮了。我再煮另一种，然后再另一种是一般的。还要再煮另外一种哦。嗯，还要再煮另外一种。好。这两种都是。变身的，然后最后一种是一般的。是啊，你现在要煮一般的给我看吗？好吧，那就先煮一般的。还是你先煮这样子就好了，先示范一次煮成最强的模式就好。没关系啦。是啊，你还要示范成煮成一般的好。好，煮一般的会很快吗？哦，这么多零件，很多人看到就傻眼了。结果你这么有耐心的一个一个组起来。好，看到他的身体了。嗯，就把这个往这边转。哪边转？这边转。哦，好。你现在，好，然后再把这个装上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武器啊。武器那么短呢、哦嗯？哦。OK 的，剩脚脚，脚脚。剩脚脚，可是还有一个武器啊。哦。好像快完成了哦。只剩脚了，有点像一般的。了解。一般的就这样子而已吗？不是啊，还要再。另外一个脚脚，那脚脚要用这个。嗯，嗯，嗯，啊，就这个。嗯。弟弟你，哇。好专注。
插进去就好了吗？不是，脚这么合起来吗？哦，合起来的时候插进去啊。好，哇啊，掉了掉了。哇，换另外一边掉了。没事的，你 OK 的。耐心耐心，慢慢来，一定会完成的。有，我也觉得你超有耐心。哇，这个掉换那个掉，这个掉换那个掉。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一直掉啊？可能有一些。好，再合体起来就好了吗？嗯，这个还要它，然后这个也要把这个放在这里，还有这个刀片，这个把这个。哇。你说那个还是怎样？可以把这个推出去啊。好，你这个煮一般的反而花比较多时间呢。你刚刚煮那个超强模式比较快，煮一般的比较花时间。这不是一般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比较弱一点点的，但是也比较强。哦。这是镰刀模式。嗯、看那个掉了，这个要怎么做？你把它合起来吧，合起来的话，这个要撇一撇，撇一撇好。爸爸好想要帮你哦，但是爸爸不能帮你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玩具。爸爸如果要帮你，我也要先看一下说明书才知道怎么煮。你 OK 吗？耐心，耐心。你要抓一个角度让它固定能够用进去，不行吗？好吧，爸爸我说过了，如果卡住了怎么办？先休息，下次再装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下次再装哦，卡住了就下次再装。你要研究吗？还是你要下次再装？我要研究。好，那你研究吧。因为看盒子上面图片就知道了，如果它卡进去这个弯结的话，就代表卡进去这个弯结才是对。嗯。那把它先关掉了哦。你要继续拍吗？好，我要继续拍。你要继续拍哦，好好，那我把它继续帮你拍。你看懂了呀？看懂了？看一下盒子好了。这样子看得懂？我是看不懂。会不会坏掉？你煮这个饺已经煮了快十分钟哎，好啦，先休息一下好不好？煮很久了。